宝贝，吃饭。好的，妈妈。好的，宝贝，一起用我蘸这个汤吃吧。再给我一点。哇！拿勺子，妈妈给你舀到你小碗里一点，吃。这个是放鸡蛋的。嗯。就像一点。嗨，大家好，我刘翔。我告诉你们一个不好的消息，今天早上我请假呢，因为呢，我的牙龈呢起了几个泡，不仅是这样，我的嗓子也变得越来越哑了，所以呢，我明天早上请假，是因为我明天要去医院。那你待会听阿姨的话，阿姨好好给你弄就不疼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不要乱动，好不好？我想要用纸洗，想用纸洗纸啊，纸洗不干净，洗不出来，深层次的。医生说什么？医生说我不能大声说话。对，然后呢，要多喝水，对不对？